Hello， 大家晚上平安吉祥，我是阿汤哥，汤中伟老师。Hello， 大家晚上好。好，大家可以帮我听一下呢，有没有声音哦？好，有听到声音的朋友呢，帮我留言有声音。好，有阿汤哥呢，自己已经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好，大家晚上平安吉祥。好，其实呢，现在已经正式进入了农历的二月份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有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比较要注意的哦，生肖有哪几个？哦，已经前面六个已经讲完了，那前面那六个呢，就是比较就是运势呢会比较多波折的生肖，但是呢，现在呢要来跟大家分析呢，就是还有六个生肖呢还没有跟大家呢来做一个解析。那我们在上一次呢解析的生肖呢有兔、鼠、牛、龙、蛇、鸡都已经讲完了哈。那现在呢，好，如果现在要讲的这几个生肖，如果你有朋友呢也是这几个生肖，或者你自己本身呢也是这几个生肖朋友呢，不要忘记了哦，赶快分享出去，让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农历二月份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课需要来注意的，有什么功课需要去完成的。好，那其实呢大家可以来参考看看哦。好，大家好，大家晚安好。来哦，那现在呢阿汤哥呢就来边讲，然后你们边听。那现在大家呢可以帮我留言呢你们的生肖，好，还有你们所居住的地方。好，薛吕说他是属猪的朋友。好，哇，今天呢有很多的同学很快上线哦。好好，那我今天呢去录影了，然后早上去了很多的也没有很多啦齁，两个的委托人家里齁，那今天的行程呢算是蛮紧凑的齁，但是呢觉得蛮开心的，录完影呢刚好可以回到家呢跟大家呢来开直播。好，那最主要的话呢，今天要把这一个生肖运程呢齁，尤其农历二月份的几个生肖呢跟大家做一个解析。OK， 好，那我们第一个呢想要来跟大家分析呢，就是生肖属老虎的朋友。好，有没有在线上是生肖属老虎的朋友？好，那你自己本身属虎的话呢，你就说我是好，然后呢你也可以分享给你旁边生肖属虎的朋友。好，那我们再等一点点时间让大家上线哦，否则呢很多人都说老师啊，你生肖属虎的讲了没哦，你生肖属什么的讲了没齁，其实呢可能已经过头了。好，所以呢我们现在直播还刚开始哦，还没有正式进入分析。所以呢如果想知道生肖二月份的运程的朋友呢，不要忘记了齁，我们一起来等同学们上线。还有一个 Michelle 说是属狗，是不是？好，住中立啊。还有郑凤美是属虎，好，住台北。然后许玉梅哦是属狗的朋友。好，有一个是属猴的云林。好 ，OK， 哇，因为今天呢刚好呢可以透过我的直播的手机镜头呢看到大家的留言哦，因为有时候它的留言系统呢会突然不见，然后有时候又出现哦。好，那今天呢是很正常的状态下呢可以看得到大家的留言哦，很开心。好哦，我们的鱼老板也上线了，是不是？好，浩勇哥你好。好，来，还有我们的涂子轩哦，好，你好。好，来，我们等同学们哦，陆陆续续上线。来，没关系，大家可以边听边分享。那我先讲第一个生肖属虎的好了，好。来，属虎的朋友呢，在农历的二月份呢，应该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OK， 属虎的朋友呢，其实在农历的二月份当中呢，有一颗星叫做太阳星哦。那太阳这一颗星呢，代表什么？利男不利女。那男生呢，哦，就是倘若你之前有一些不是很顺遂的事情，或是觉得很烦的事情哦，甚至有一些前阵子有些属虎的朋友呢，不管男生女生啦，哈。就是前阵子齁，就是属虎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健康的问题。那尤其呢整个牛年当中呢，属虎的朋友本来就是要注意健康的功课嘛。但是呢尤其属虎的那个女生
在农历的2月份，也就是现在呢，此时此刻，应该说前一两周哦，从前一两周开始呢，就正式进入这个农历的2月份的节气，所以呢，属虎的女生要特别注意这个健康的部分哦。那男生呢，可以说是逢凶化吉的一个好的态势出现了。所以如果你自己觉得说，尤其男生的朋友，你可能之前有一些很烦的事情啊，或者是有一些是非呀，有一些事业上的障碍呀。好，那在这个月当中呢，因为太阳星来高照呢，反而呢有利于你去求这个事业上的好运。好，其实呢，应该说可能工作的机会多了，然后责任可能也变重了。但是呢，对于男生属虎的朋友来讲，这些责任呢，这些功课呢变多呢，其实反而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哦。为什么呢？因为当机会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只要你保持一个正面能量，一个好的机会，一个好的想法，那这个工作机会呢，其实你愿意去做，它会带给你日后甚至于这整年度当中的一个可能升官，或者是别人看到你的能力，给予你机会。但是呢，女生属虎的朋友呢，会有一种很累，然后有一种徒劳无功的现象，或者是很多事情呢，必须要重复反复的做了 N 百遍。然后会让你觉得有点身心俱疲哈。那为什么你会说老师属虎的朋友呢？男生跟女生呢，在农历的2月份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呢？好，其实就根据呢这个太阳星入座呢，这一颗星本来就是利男不利女哦，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跟产生。好，那属虎的朋友呢，珍丽雅说。我朋友属虎女生哦，上星期车祸，的呢，好不好？好，我们还是要给属虎的女性朋友呢加油哦。那如果线上呢有属虎的女生朋友呢，好，要记得哦，多多的为自己哦犒赏自己，为自己加油。好，那犒赏自己呢，我其实会蛮建议属虎的女生朋友，其实。应该说，在这个月份哦，女生属虎的朋友会比较烦哦。例如说，刚刚讲，可能你的身心灵状态不是很好，然后你会觉得工作啊特别的忙碌啊，你可能一件事情要反复做了很多遍，让你觉得很累很辛苦。那我觉得犒赏自己呢，有很多的方式哦。例如说，你可以去花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量力而为啦哈。那你也可以呢，去给人家按摩啊，做做 SPA 啊，让自己呢在身体上呢达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好，这是属虎的女生啦哈。好，如果不管男生女生呢，如果你觉得刚刚讲的你觉得有准的朋友，好，记得分享出去，然后也并且留言准准准哦。好，来大家别急哦，陈真也上线了，Hello 哈。陈真是杨妹妹，是不是？好，杨妹妹，上次我们讲过杨了吗？还没哈，今天才会讲属羊的朋友。好，属羊的朋友已经不好意思，属羊朋友今天会讲，OK。好，所以属虎的朋友，好，那觉得准的朋友帮我留言，准准准。好，那属虎的女生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月当中呢，比较常会发生的就是什么？因为你第一个你没有耐心，第二个呢，要注意什么？烂桃花的问题。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跟你的可能异性友人之间保持一个距离，好，甚至于你可能会有一些传闻啊、是是非非啊，好，这些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哦。所以在交友方面，好，或是跟异性，但包含同性之间呢，你也都是必须要保持一个距离。有时候呢，人际关系哦。比你想象的来得更复杂，好，那来得复杂是因为什么？人言可畏，好，所以有时候保持距离呢，是要让自己呢可以平安度过。OK，好，陈真说老师今天很帅，是不是？谢谢。OK，希望每天都很帅哈。好，因为我今天去露营，然后露营。好，来大家，谢谢大家哈。那我觉得属虎的朋友呢，有人说没声音吗？应该有才对哦。好，你们可以没声音的朋友呢，可以跳出去再进来。好，OK，好。然后呢，属虎的朋友，怎么开运呢？在这个月，
其实呢，会建议你们呢，因为太阳这颗星呢是一个太阳的一个能量。好，那建议属虎的，不管男生哦或女生，其实呢，你都可以呢，去郊外哦走一走，尤其呢是阳光哦正盛的时候，例如说下午的3点之前，你可以去爬山哦，或者去逛花市，但是那个花市呢不是室内的哦，是可以有。照得到太阳阳光的，哦，有时候呢，你会说，老师啊，不是已经很累了吗？为什么还要晒太阳呢？晒太阳呢，就是可以把你身上的这些不好的磁场跟晦气呢，借由阳光的能量呢，把它带走，哦，把它给请走。所以，属虎的朋友，我觉得啦，女生更需要哦。那我是蛮推荐女生属虎的朋友呢，例如说你去做做 SPA，或者给人家按摩，或者呢你去泡泡温泉，好、哦、泡泡热水澡。其实呢，我相信对你的运气呢也会有帮助，因为你的身心灵呢达到一个放松的状态，你就会觉得整个人是神清气爽的。所以给属虎的建议呢是在这个部分呢要特别的注意哦。好，那你说老师啊，你刚刚说属虎的男生有太阳星啊，一定是很好的。对，好，基本上呢，基本盘是还不错的，也可以逢凶化吉。但是呢，属虎的男生呢，好，要特别注意哦，有一颗星叫做天空星哦。天空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在得到好处的时候，或者是你遇到一个逢凶化吉的事情的时候呢，一般人哈，都会很开心哦，事情解决了哦，终于告一段落了。但是你要注意，不可以在事情解决的当下。太过骄傲，或是高兴得太早，因为呢，有一句话说哦，当你的冤亲债主呢还没有完全被送请走的时候呢，可能有时候你太过骄傲，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呢，人红招忌，或者人家会嫉妒你说，哎呀，你的事情解决喽，没事的，对不对？好。我就帮你制造一个麻烦出来，所以呢，当属虎的，尤其男生朋友呢，你的事情解决了，或者是成功了，或是有个工作机会来了，你都不要先说，你就默默的假装没这件事情，然后呢，平常心的去面对你的生活。等到这个工作已经确定拿到手了，或者是确定在执行了，好，那你才去跟别人讲也是无妨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太早的去说破了，很容易落空的，好，所以这个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喽，好，属虎的男生朋友，好，那属虎的朋友，这是以上呢阿汤哥给你的建议哦，好，来哦来哦，好，有人说想带虎公去欣赏萤火虫，可是没有阳光，萤火虫不是晚上才会出现吗？你是说没有看到萤火虫的阳光吗？哈，很可爱，好，来。OK，大家留言还蛮可爱哈、哦。有没有那个身边属虎的女生哦？这个月很辛苦的、哦，如果有的话呢，赶快分享给她，take 给她哈、哦，让她知道说呢，你这个月的辛苦呢还蛮正常的哦。所以呢，事情来了，遇到了，我们做就对了哈、哦，也不用想说，哎呀，为什么是我？怎么要做的都是我哈、哦，劳碌命，不要这样想，能够做。都是机会哈，不管男生女生，做中学，学中做，哈，勇于接受任务，勇于接受挑战，这是帮助你未来成功最重要的基础。好，这是属虎的朋友，加油！OK，有人叫我坐摇椅子，坐摇椅可能会摇到头昏脑胀的哈。来，那这是属虎的朋友，那线上有没有属马的朋友？好，属马的朋友有吗？好，来。那个，看一下属马的朋友。哦，有人说老师我属马，陈静说难怪我这么累哈。好，其实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呢，在工作的每一天，生活的每一天，难免会遇到很累的事情哦。有时候小孩不听话，你也很累；老公呢，哦，回家。回到家呢，不贴心，你也觉得很累，对不对？然后老公回到家呢，老婆呢跟你碎碎念，你也觉得很累。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把累呢当做是一种生活当中的一种，你接受它，好，其实就不会那么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累，是因为我们一直不断的排斥。
哦，你只接收好的，但坏的不接收，然后不断的排斥。你再看哦，如果人在累的时候呢，你一直去排斥某个事情，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事情，你一直排斥它。有时候你在排的过程当中哦，你会很用力，你的心就会烦。那不妨你就接受吧，哦，接受，我觉得会比你排斥来得更容易开心，哦，然后也更容易度过这个累。好，来我们看一下生肖属马的朋友。好，生肖属马的朋友呢，有属马的朋友在线上吗？好，或者是你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属马的朋友来看一下。好，来属马的朋友呢，哦，在农历的2月份当中呢，基本上哈，我认为很好，也不错。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你有一个天德心、福德心。好，假设如果你有在拜拜的朋友，属马的朋友呢，很建议呢，你可以去拜土地公，哦，也就是大伯公，哦，然后呢，就福德正神，哦，反正就是土地公啦，哈，你可以去拜拜。如果说你自己有一些可能很烦的事情，你觉得或是你正在祈求一件事情可以顺利的。那你会发现，这个月呢，你去拜土地公呢，哎，其实感觉感应呢会很强烈，然后也会得到土地公给你的祝福。好，那这是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朋友，你可以去拜。为什么？因为呢，有一颗福德心来入座。好，那福德心呢，跟我们的福报好也有关系。打个比方，如果你之前好，都有布局的人，或者是你有跟人呢之间很着重人和的朋友，那你就会发现说，在这一个月开始呢，很多的人际关系，或是可能之前人家对你的误解啊、误会啊，都会完全的解除。为什么呢？因为福德心呢，这个条件哦，是必须要你有广结善缘，必须要你呢平常都有很充满正面的能量，然后心存善根善念。那这样这个福德心呢，在这个月份呢，就会把它转为什么财星，转为呢是一个喜事的心哈。所以这个属马的朋友呢，在这个月当中，你就会发现说，哎，好像事情顺展了。啊，然后看到曙光了，一切呢变得更好了。好，假设呢，如果你是属于我刚刚讲的比较好的，那表示你平常呢，你真的都有累积福德哈。那如果呢，你就说老师，我属马，可是呢，我觉得我很累，甚至呢，还有一些口舌是非，还犯了个小人呢，怎么办？好，我跟你说哦，属马的呢，在这个月份呢，有两种，好，一种真的是很明显的变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觉得，哎，怎么是非找上门了？然后呢，我根本也没有做什么啊，我只不过就是傻白甜而已啊，就是我真的是傻白甜啊。可是别人觉得我是装可爱，哦，或是别人觉得我在假装，然后呢，就陷入了口舌是非。OK，为什么有另外一批属马的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因为这个卷舌星呢，刚好入临你的宫位，卷舌代表口舌是非，代表呢讲话要注意什么？口无遮拦的事情。有时候你觉得你只是一个单纯给人家一些建议，但是你要想想看，你可能跟他不够熟，或者是你根本也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是你脱口而出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得罪人。好，那这也表示什么呢？如果你觉得你的障碍还是很多，表示你累积的福德还不够。所以，当属马的朋友在这个月份，你觉得你自己有一点是是非非，好像呢事情还没有到完全的圆满结束。那我倒认为，这个月呢，你可以加强的去做一些福德善业，例如说可以去多帮助孤儿院呐、啊，或是帮助老人院呐、啊，哦，或者在这个社会当中做慈善，哦，然后甚至做布施行，布施，然后或是说一句好话，这一些呢，不管是金钱的布施也好，或者是你讲话一句鼓励别人的话的布施，或是别人哦，在事业上你给予一个帮忙，那这样的一个帮助呢，你会发现说，不仅累积福德，那这是因为你广结善缘，所以在这个月，别人也会因为你的帮忙而让他呢充满感恩的心，之后呢就会对你呢可能另眼相看，或者是反馈给你。好，所以属马的朋友这个月份呢广结善缘就对了哈。好。
原则上还不错啦哈，只是就是小小的卷舌音呢，会让你比较烦。好，那还有一个呢，这个音呢，就是要注意什么？要注意呢，就是长辈哈，有一些长辈的健康问题呢，要比较注意。那属马的朋友哈，假设你的家里还有老菩萨，好，那你就要注意家里的老菩萨的这个健康哈，就是长辈的部分要特别的留意哦。好，属虎的已经讲过了哦，你看现在进来属虎的朋友哦，要回去看回放了。OK，好，那刚刚属马的朋友呢，觉得准准准的朋友帮我留言，准准准，好，好来，大家加油。其实属马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月都还算不错，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其实这个月呢，因为你会发现哦，莫名其妙呢，你的人缘桃花都还不错，人面桃花啦，就是说来帮助你的人，或是之前误解你的人，都会得到改善，帮助你的人呢也会变得多一点哦。那我们要如何呢？属马的朋友在这一个月份呢，让自己可以更加的旺运呢？好，其实很容易，因为呢人面桃花呢最重要就是让我们的面部、脸部的气色呢可以更好。那你可以平常除了敷脸、保养你的皮肤，哈、哦，甚至于去买一些保养品啊，或做一些医美的疗程也是很好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呢，阿汤哥希望你在这个月份呢，因为你本来的磁场在这个月份就可以散发出一个还不错的光芒，哦，自带光芒。但是更希望你呢，可以把这个人面桃花呢，可以把它弄得更加的光彩亮丽，哈、哦。所以由内要由外，然后影响内在，因为你看到你自己改变了，所以你心里也开心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很方便的方法。哈哈，有人说属马超级准准准日，OK，好，那你自己呢？哈、哦，要记得就是说，如果你有犯到一些口舌是非的状况的话，还是要留意哈、哦。你要记得，闲事真的不要管，好不好？不要管啊，你也不要给人家太多不必要的意见。有时候呢，我们想要去帮助一个人是好事情，可是当一个人在陷入执着的时候，你多说其实对他的帮助也不大，因为他已经陷入执着了。反正这个时候呢，就是讲重点，点到为止。剩下的，如果你真的想帮他，你就陪伴就好了，聆听就好了哈。有时候当局者迷，你讲的太多的时候，他未必能够当下吸收你对他的好的建议，他可能会觉得你很烦，你不了解我的辛苦，好，所以属马的朋友呢，有时候就是这个口舌是非的心呢，是因为齁心 kill 驴精，好，意思就是说你的好心的一个谏言，一个建议他，但是到后面呢，很容易变成是公亲变世主，好，要特别注意。好，有人说是的，属马的父亲刚刚去世了哈。好，如果你的父亲呢刚刚往生，我刚刚讲哦，属马的朋友哦，有一部分的要注意就是长辈的健康哈、哦。那如果你家里刚好像有一个同学哦留言说长辈刚去世，好，建议你呢，不管是家中的长辈，或者是你刚好遇到有这样的亲朋好友，突然之间可能离开了。建议呢，49天之内呢，可以帮他做一点，多做善业，并且呢，帮他做超度。好，因为我们人在往生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去引渡他，好，是非常好的。那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去帮他超度的话呢，你可以多念6字大明咒回向他。好，那祝福呢，祝福你的长辈呢可以往生极乐。OK，好。我刚刚为什么笑了一下哦？因为刚刚有人，我刚刚讲正经的事，就眼睛瞥到了一个留言，说：“诶，很关心我的头发，是不是啊？我的头发对，确实像有比较好整理的。”OK，好，这是属马的朋友。好来，那有没有属羊的朋友在线上？好，刚刚陈真说是属羊，对不对？好，陈真应该跳开直播了哈、哦。好，有没有属羊的朋友？好。属羊的朋友呢，在农历的2月份呢，要特别注意什么呢？啊，我刚看到一个留言，也太扯了，
陈述会说：“初二拜土地公，田贡品被偷了，不会吧？会不会是被别人拿错了哈？好了，万一真的被偷了哈，那你就只能当作是跟他结善缘了哈。或许他很需要，或许他可能觉得你的贡品很好吃哈。好，吴小贤说，我爸说他今年身体很明显的不舒服哈。好。”那如果家中有长辈有这种状况，都还是要赶快去陪他去检查。好，那我觉得呢，其实家中长辈呢年纪越长了，其实作为晚辈作为子女的呢，我认为哦，陪伴是最重要的。好，其实有时候我们工作很忙，然后会忘记去陪伴你的家人，然后不管是长辈也好或小孩也好，有时候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去陪伴呢，真的哦，会更胜过他生病吃药。OK， 好，来，属羊的朋友在线上吗？好，属羊的朋友呢，如果有在线上的朋友，帮我留言，我属羊。OK， 好，然后如果你的属羊呢的朋友呢，好，你想要分享给他看的，你就分享 ，take 他，标记他哈。好，属羊的朋友呢，在农历的二月份呢，要特别注意什么呢？其实呢，要特别注意呢，就是旧疾复发。哦，因为有一部分属羊的朋友呢，他犯了一颗星叫白虎星跟血刃星，当这两颗星呢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有血光的问题。那旧疾复发为什么会跟血光有关系呢？哦，例如说可能他工作太忙了，太累了，哦，虽然呢有赚钱哦，但是呢很忙碌，哦，然后觉得好像这个机会也不能错过，哦，那一个也不能放掉，好，结果呢就搞得自己很忙，所以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尤其有老毛病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例如说呢，这个血刃跟白虎星呢，它特别容易就是说，假设你有一些人去做了健康检查，发现说哈，原来我的健康哪里出问题了，好，不要担心哈，哦，知道问题总比不知道来得好。所以呢，当你有遇到问题，在这个月份，好，不管是身体的问题也好，或者是你发现谁欺骗了你也好，或者是你发现的可能有一些人开公司然后养鼠为患也好，你可能会听到一些你不是很想接受的，或者是你觉得有一点悲伤的消息，但不打紧，因为呢这个月你所听到的不好的事情好都是好事。那你会说，老师你在讲什么啊，不好的事情怎么会是好事呢？好，因为呢他就提前让你赶快去重视这件事情，当你去重视它了，你想办法去处理它了，这件事情呢一定可以逢凶化吉，这样理解吗？好，所以当这个月份你觉得有一些障碍出现了，或是有一些很烦的东西来了，其实呢这个是你减轻障碍最好的一个处理的当下。好，所以农历二月份呢，假设如果你有这个问题，不要担心也不要怕，好，这个是我认为是在对的时间点去出现给你的功课。好，那基本上呢，属羊的朋友呢，农历二月份呢，齁，有一颗星叫将星跟八座。将星是什么呢？将星代表就是说，诶，在这个月份呢，你对事业呢有一些很多新的想法，所以我刚刚讲可能你会忙于工作，忙于你想要去实现的梦想，齁，所以你想要实现它，你有很多的想法，你有很多的创意，你有很多想要学习的东西，所以导致于呢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辛苦，好，因为你真的什么都想要做，什么都想要去尝试，但是你忘记了你的体力要先顾好，好，我们人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你的体力如果不好的话，事情都没办法做到完整，好，所以我觉得哈，属羊的朋友先把你的健康给顾好，好吗？好，来，诶，属马的说过了，属马说过了。那属羊的朋友呢，这个将星呢代表就是说在工作上呢其实运气是有的，那你的努力呢也绝对是成功的基本条件，你的努力也会有，然后成功的运也会有，但是呢当你用心用力的去做的时候呢，就担心你的健康的问题哦。好，然后八座是什么呢？八座就是说其实这个月当中有一部分属羊的朋友是因为前阵子呢可能花了一些钱，好，然后这个钱呢可能你想要去把它
花出去的钱，想要把这个坑呢给补回来，所以你必须要很用力哈、哦。所以属羊的朋友其实也蛮矛盾的哈、哦，就是他有一部分就是会压力型的消费，就是乱买，买到后面呢，你就觉得啊，我怎么买那么多啊，好可怕哦。所以因为钱财的流失，导致于这个月呢，很想要积极的把它补回来。那补得回来吗？哦，其实补得没有办法那么完全了哈、哦，但至少你会发现说。好像这个钱财呢，只要努力，在这个月份还是会有所谓的进账。但是要注意哦，因为属羊的朋友呢，今年整体来讲还是正冲太岁，那只是农历二月份呢，是让你可以稍微解渴的月份。什么叫稍微解渴呢？就是说在这个月份呢，你可能之前的辛苦好会减轻，然后这个月出现的障碍好也算是提前。出现，但是让这个月让你知道了障碍，其实是好的事情，好，因为可以赶快去处理它。好，那觉得准确的朋友帮我留言准准准哦。好，OK，来，那这一颗这一属羊的朋友有到这一颗天劫星呢，就是说很多的难关，很多的杂事呢，在这个月份麻烦你。用心的去处理，好，然后呢，保持乐观的去处理，OK，好，有时候我们在处理杂事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是要有乐观的心哦。我跟大家分享哦，其实我自己呢，最近呢，去看了委托人，然后呢，我就看了他命盘之后呢，我给他的一些建议哦，那你们也可以参考看看。我们人呢，常常都会在得失之间呢，好。会有一点矛盾，然后也会觉得很辛苦。有时候呢，我们人会为了做过，就是自己决定的事情，然后你也要为你自己决定的事情负责。可是呢，做了之后呢，又很后悔做这些事情。好，反正我觉得人都是矛盾的。我觉得呢，有一句话哈，是我最近呢把它写下来的。人呢都在得失，好，得与失之间呢，好，学习什么？学习接受，好，因为。得到了，你也是开心的接受嘛，但是失去呢，你也必须要开心的接受。好，所以呢，在得失之间呢，学习接受，然后去体会什么？体会无常。好，因为呢，得到了，可能因为无常的关系，它很快，这个喜悦感可能也快，很快就没了。然后呢，你失去了，哎，也不用担心，因为随着时间的无常，这个失去它。可能会再回来，或是失去的痛也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抚平。好，所以从得失之间呢去学习无常呢，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哈。所以我觉得属羊的朋友呢，我希望这一句话呢带给你是有帮助的。好，那刚好在这个月份当中，你把这个得失之间所得到的一个启发，你要告诉自己，我这今年整年度。都会一直有功课，哦，只是可能某几个月份功课少了一点，例如说农历的二月份功课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哦，好，来，大家可以边听边分享哦。好，来，属羊的朋友觉得准的朋友帮我留言准准准，好，哦，并且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好，然后这个白虎星呢，我刚刚讲哦，旧疾复发的问题呢要特别注意，尤其在哪边呢？哦，就是肠胃方面的。还有这个，你的腰，好，腰部、腹部，好，这个部分要特别的小心。好，右上眼一直跳，你说我吗？没有，我只是眼睛比较干而已。还有，你是说你右上眼皮一直跳的？好，眼皮跳呢，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左跳财，右跳灾。好，那如你们看到了我的左边，应该是我是这边啊，可是你们看到可能是以为是右边，好。一般人是这样讲哦，左跳财，右跳灾。好，但是呢，也不用太烦恼哦。是，好，OK，好，这是属羊的朋友。来，有没有线上属猴的朋友在线上的？哦，郑怡说老师真准是，好，谢谢大家的鼓励哈，也肯定。好的。吴佩瑜说：“从过年开始，一直体会到无常哦。是啊，我觉得
人生本来就是无常哦，所以我刚给属羊的朋友呢，就是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人呢，今年度哦，你要记得从得失之间哦去学习接受，然后去体会无常哦，得到了你开心的接受，失去了你也必须要必然的接受，然后也要知道这是常态。好，那无常是什么呢？就是得到跟失去呢，它都不是永久的。好，伤痛也会抚平。那得到的也不要开心的太 over 哦，太狂也不好。那得到的呢？为什么我们人开心只能开心一下，痛苦会痛苦很久呢？哦，因为呢，人就是这样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烦恼呢随之而来，因为你开心的时候你怕失去，所以你都行错了一旦，你就开始这边担心在那边等了哈，所以你没办法把这个开心呢永恒在你的心中，所以呢把握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好，张 香民宿说眼睛跳很多是神经余电，嗯，好，来属羊的朋友讲完了，有没有属猴的朋友？在线上的，好，属猴的朋友有吗？OK，那属猴的朋友呢？哈，其实今年呢，子轩说：“老师，我属猴。”嗯，好，属猴的朋友呢，其实在今年呢，整体来说呢，都还算不错。然后呢，在农历的2月份当中呢，原则上有开始呢转好的迹象了，好，什么意思？因为农历的1月份呢，哦，有一部分属猴的朋友呢，可能真的是花费很大，然后呢，也有可能呢跟人家吵架，好，然后呢，在农历的1月份呢，也有可能就是刚过完年呢，就跑来跑去啊，必须要工作啊，觉得很忙啊，也觉得很烦呐，好，但农历2月份呢，好，开始呢，诶，感受到这个烦呐。忙的感觉呢，变得好像蛮值得的，然后开始呢也享受这个过程，或是接受了这件事情，哈、哦，所以属猴的朋友呢，整体看来是还蛮不错的，哈、哦，这是在农历的2月份当中呢，因为你有一颗紫微龙德星来入座，当这个紫微龙德星来入座的时候呢，代表说什么呢？就是你在事业上可以找到新的方向。好，有些人可能会想要调部门，有些人可能想要转换跑道，有一些人想要让事业发展得更好。在农历的2月份呢，其实你可以渐入佳境。倘若你想要换工作，那你也可以骑驴找马，基本上也是可以换到很不错的工作。好，这是属猴的朋友。好，前阵子刚失去心爱的狗儿子，很伤心。真的像老师说的，无常需要时间去接受哦。真的，好，我觉得，唉。生命呢，无常，好，因为人跟人或人跟宠物之间都是有一个很深刻的感情，因为你寄情于它，它也寄情于你，好，所以，唉，真的是互相牵绊呐。那我觉得，既然你可以体会无常，那失去的痛苦会因为你体会无常。观想无常，时时想着无常，这个伤痛会很快的走出来。好，加油！好，来属猴的朋友呢，好，在农历的2月份当中呢，原则上都还不错，但是呢，有一颗星叫抱败星。什么叫抱败星呢？就是大起大落。好，那我相信属猴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在农历1月份呢，会感觉到很累，哦，人生好难，做什么事情都不太对。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一两个月呢，会有一种喜山温暖的感觉，一下很冷，一下很热，哦，然后呢，感觉呢，到底发生什么事哦？感觉很精彩，哦，在坐云霄飞车，没错，就是属猴的朋友，就是这一两个月呢，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好，哦，感觉。那原则上哦，都还算不错啦哦，只是你会觉得说，啊，好像有点受到惊吓，好，哦，但是这个惊吓呢，马上感觉又好像事情解决了又没事了哈，好，反正基本上只是会吓吓你哈，然后会反正就是惊险度过，关关难过关关过，好，这是属猴的朋友，好，
有人说不敢养狗，对不对？确实，很多人养过狗之后呢，然后失去它，真的都会觉得太过悲伤。好，童文慧说真的哈，美晨说准准哈，好，觉得准的朋友帮我留言准准准哈，这是属猴的朋友在农历2月份的表现。好，那原则上来讲话呢，属猴的朋友，我会建议你呢，如何让自己的运气更好？哎，我刚刚好像没有跟建议属羊的朋友如何让自己的运气变好，对，我刚刚是没有讲到，对。好，属羊的朋友呢，建议你身上呢可以佩戴一些像琥珀，或者钛金之类的好，像我自己呢就是戴一个琥珀。好，那对，讲到琥珀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很多人都说老师为什么过完年那么久都还没有去帮大家做琥珀直播呢？好，我们在这个礼拜天还是礼拜六的时候，好，阿汤哥呢会帮大家做琥珀的直播。好，那这一次呢会有我手上戴的这一条，琥珀的这个有血珀有金珀，然后是这种佛头版的这个手珠，这个是非常难得哦，非常难得的，所以是限量的哦，所以如果你有抢标到呢，只能跟你说恭喜。那因为呢，厂商呢先私心先给我，我先入手了他先跟我讲说，老师有好不容易敲到了厂商原厂帮我们做这个佛头，所以呢想收藏的朋友要记得先跟大家透露一下，但我自己先拿了两条啦所以到最后直播的时候呢会少了两条是正常的因为我自己先拿走了，好。我拿了一条金珀跟琥珀，好，那所以属羊的朋友呢，可以带一点琥珀，因为今年刚好是你正冲太岁。那琥珀呢，它天然的磁场呢，千年琥珀万年蜜嘛，所以属羊的朋友带一点琥珀，或者带一点有能量的宝石，都很好。那尤其像琥珀啊、钛金啊这一类的，都是磁场能量算蛮强的，那这个也会帮助你。好，来。这个属猴的朋友呢，要如何会开运哦？等我一下。好，属猴的朋友呢，在这个月份当中呢，如果你自己不想让自己呢，感觉你自己的心情像坐云霄飞车，上去又下来，然后呢，常常的这样的起起落落的话呢，我倒建议你呢，你身上呢可以为自己带一个这个，我突然忘记叫什么你可以带一点月光石，或是带白水晶，白水晶，因为白水晶呢，它有平衡的力量。那女生可以带点月光石，也是蛮不错的。那我觉得呢，不管男生女生，带一点白水晶也是很好的。那或者是带一点金饰品，金饰品也 OK，跟金能量有关的是很好的。那属马的朋友呢，在这个月份当中，我看一下，来，等我一下属马的朋友，好，属马的朋友呢，这个月我刚刚讲，如果你要开运的话，可以去拜土地公。之外呢，这个月你呢，其实不用什么太多佩戴的东西，都还算蛮开运的。但是呢，你可以去多累积福德，我觉得这是对你最有帮助，例如说行善布施啊等等的。但每一个人都需要，只是属马的朋友更需要。那如果你想要找你的幸运的宝石呢，我倒觉得你可以补你自己的本命的颜色，比如说红色啊、粉红色，或者带这种血珀也是可以的。好，来，属猴的朋友呢，属猴的朋友呢，在这个月份当中就是白水晶，月光石稳定你的这个磁场能量。好，来，属猴的朋友，觉得准的朋友帮我留言准准准。然后，并且帮老师分享直播，谢谢。好，那还要再提醒因为有一颗星叫做六害星。什么叫六害星呢？六害星就是说，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一定要注意交朋友。好，什么叫交朋友要很注意？就是呢，你可能会看错人，好不好？因为有时候呢，当我们人在走运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机会来的四面八方，可能你的朋友会介绍你什么工作，或者是哪个厂商帮你介绍了什么厂商，反正就转介绍转介绍来转介绍去的。好，所以呢，
在这个月份当中，尤其在这个辗转的过程，好，跟人际关系有关的，一定要特别注意，好，你不要太过相信。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有时候会暴起暴落，是因为就是你必须要在每个环节当中为自己呢去好好的审慎跟审查，你不可以说，诶，好像觉得说，机会来了，然后你自己也不假思索的，就是去乱接受啊，然后乱答应啊，到后面呢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那累是累在呢，机会来了，你必须要每个点都要自己去审核，然后去判断，哦，这个才是最正确的，会有点累，但是值得。好，好，这是属猴的朋友，来，有没有属狗的朋友在线上的？哎，属虎的讲过啦，哈、哦，属虎讲过了。好，来，属狗的朋友有吗？好，那我喝一口水哈、哦。好，有没有属虎的朋友？好，属狗的朋友，好，在农历的2月份当中呢，我觉得农历2月份当中，如果有一些属狗的朋友很想要呢，走，就是说，结婚或者是生小孩，好，或者是人生遇到跟生命有关的喜事，好，在农历的这个月份当中呢，比较有机会可以产生，好，比较容易发生。那尤其呢，今年属狗的女生的运呢，基本上还算不错，好，代表机会很多。但是整体来看呢，属狗的男生或女生呢，今年机会会有，但是还是会呈现一个非常劳碌的状态。那我觉得女生的劳碌呢，哦，会值得，好，男生的劳碌呢，好像会有一点事倍功半，或者是有点徒劳无功的现象。这是属狗呢，好，男女还是有别的哦。好，那属狗呢，好，男生呢，今年呢，还是要多注意呢，你的交友关系呢，不可以太过复杂哦，很容易陷入一些误会当中。那在农历的这个2月份当里面呢，因为有一颗星叫做犯了一个比较烂桃花的星座进去哦，所以呢，这个烂桃花呢，就要很注意，就是跟人的分际之间关系呢，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距离。然后呢，还有个小好星，小好星就是说，诶，可能会买一些东西，好，然后花费，然后钱财的损耗，好，那不至于到很严重。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这个损耗可能是过度的消费的损耗，那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接到罚单，好，例如说交通罚单呐、啊，或者是忘记缴了什么钱，然后滞延金呐、啊，好，这种类似这样的都比较容易产生。所以呢，这个属狗的朋友，好，原则上，这个小耗这颗星呢，会让你跟交通好，或是一些罚款有关，或是花钱过度有关，要特别注意。好，然后属狗呢的人呢，整体在今年呢，再跟大家重复一次哦。今年可能会比较遇到一些纠缠不清的事情，要特别小心。什么叫纠缠不清呢？感情的部分，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发生了意外呀、啊，或是车关呐、啊，可能产生了一些是非，跟别人纠缠不清，或者这件事情会让你很烦，令你感到心烦，觉得很想赶快解决，但为什么解决不了呢？好，就是有这种问题。好，那整体来看哈，我们像讲农历2月份呢，都多半都还算是不错。好，属狗的朋友，因为你会觉得有一些属狗朋友在农历2月份呢，突然之间呢，诶，很多的好事情、好的消息、好的机会来了。好，但是呢，这个好的机会呢，是不是真的就会一直好下去呢？好，我只能跟你说，昙花一现。好，什么意思？例如说，有些人买股票，好，或是投资，假设诶有赚到钱了，那麻烦你哦，赶快就把它卖掉了，好，获利了结，好，你就不要再凹啊，说我觉得我可以再赚更多。那你会发现，好像后面呢，
就倒赔收场，或者是原本赚的又赔出去了。好，所以属狗的朋友，你要记得，在农历的二月份，如果你有遇到一些好的现象，好，投资有获利，或是房子的买卖有机会卖出去，那你就赶快卖。好啊，如果呢，可以看到好的物件，哦，假设你觉得你真的很喜欢，那如果只差一点点的钱，那你也可以跟他入手，哦，因为最怕你怎样，就是错过了，一下就没了。好，昙花一现的意思就是说，诶，反正他就只有一下子，好，一个 moment 抓对了就是你的，没有抓到这个机会，真的就失去了。然后失去了之后呢，之后再看你失去的部分，回头再看这个失去的东西，你会觉得很痛苦、很伤心哦。好，那找工作的话呢，在这个月份想找工作的朋友，你要骑驴找马，一样要骑驴找马，因为昙花一现呢，是只要有一个机会点来了，你是可以换的，但是你不要蹉跎。真的你喜欢，你确定了，你就目标明确了。安全的范围下，你去做都是很好的缘分，这样理解吗？好，来属狗的朋友呢，哈，建议你们呢，哈，可以多就是补充一点这个火的能量，也是火型的能量，在二月份。那火型的能量呢，例如说血魄也是火型的，然后像这个粉水晶、红玛瑙或是红色的珊瑚，哈，都是属于这个。红火的能量，好，哦，有人说迟到了是不是？好，辛苦你了哈。好，来，还有什么？OK，因为这个光照到我眼睛也是蛮酸的。好来，这是属狗的朋友，觉得准的朋友帮我留言准准准哦。有人说早上梦到两只小蛇，请问它是什么意思？哈，梦见蛇呢，在传统习俗当中呢，它就是土地公，好。大伯公、福德正神，然后我现在终于呢，好，可以跟大家讲了哈，就是大伯公了哈，客家话，好，客家话，好，来，属狗的朋友带一点红色的饰品，好，反正举凡红色的，例如说，粉水晶、红玛瑙、珊瑚或者是朱砂、血珀，都是红色的，好，来。这是属狗的朋友，好，那最后一个呢？我们看一下生肖属猪的好吗？有属猪的朋友在线上吗？哦，今天呢会讲的比较快一点点哦，我想要重点跟大家分析。那以后呢，我们在讲每个月的生肖运程的时候呢，我想要调整一下这个步骤哈。我上次有讲过一次啊，这次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呢，以后我每次在讲每个月的生肖运程的时候，阿汤哥会先针对呢，就是这个月比较辛苦的，我会先讲。然后呢，第一 part 讲完之后，我可能过一天或两天，我会再把第二 part 的补回来。好，那我认为没有到很严重的，我就会在第二 part，这样理解吗？好，我们以后要这个默契哦。好，好来，那接下来就剩下属猪的朋友，有没有属猪的朋友在线上？好，属猪的朋友呢，我觉得农历二月份呢，算是属猪的大月了哈。什么叫属猪的大月呢？就是说，其实。算是整个天体运行当中，天时地利人和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所以属猪的朋友在农历二月份呢，逢到了三合，也逢到了将星，代表说事业上呢可以做得还蛮有声有色的。但是呢，当你的事业工作有更好的机会，或是出现一道曙光的时候呢，你就要记得哦，要懂得藏。你的锋芒不要太过外露，因为呢，人红招忌这件事情呢要特别注意。好，因为有一颗五鬼星，五鬼星来入宫呢，就代表就是说你要记得啊，我们有时候如果太过外放你的光芒，你很容易被人家当箭靶，或者是呢，五鬼星呢也代表就是说，或许你什么都没做。但是呢，可能别人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很骄傲啊？哈，你是不是怎么样啊？好，anyway，没关系。属猪的朋友就是呢，在这个月天生有一个很好的体质哦，什么体质？就是百毒不侵哈。例如说，遇到运势的障碍啊，遇到是非的障碍啊，其实呢，你就会发现说，哎，好像有一个免疫力帮你呢，把这些不好的运呢挡掉、排除掉。
或者是呢把伤害降到最低。好，所以这属猪的朋友呢，基本上我觉得工作各方面都还蛮有进步的，但是呢工作有一定会累，这是相对的。你不要跟我说老师哦，对啦，我确实有赚到钱啊，确实工作还不错，机会也很多啦，但是很累呢，当然会累啦。你知道我们在命理学当中什么叫财星？财星呢叫做我克为财，我克就是我要辛苦的去赚，我要付出我的代价去赚到这个钱，这很正常啊，不是吗？好，但是你付出你的辛苦，那你当然会觉得很累，好，这是必然的现象啦。所以我觉得人齁不要一边赚到一边工作齁，或是一边得到好处却又嫌他累，好，这样也不对。好，所以我觉得有些人累呢是累看不到东西的，但属猪的朋友呢，在这个月份你的累至少你还会有收获。那你说收获多跟少呢，还是要看每一个人的福德福报有所不同。有一些人的福报很深厚，他可能辛苦一下可以得到大大的收获，但是有一些可能福报还不够，运还没走到，可能你得到了可能只是小小的，但你要记得你还是有得到，这样理解吗？好，所以属猪的朋友基本上还算不错啦，还算不错。好，只是五鬼这颗星呢会有一点点人红招忌，或是有点犯小人。好，所以要特别的小心。那还要注意什么官服哦？官服呢是你这个月份要注意，就是说倘若你有签约，或者是可能你只是买个东西，然后单纯签个什么，签个契结书啊，或是产品寄售不退啊之类的，那你要小心哦。尤其有时候去买一些品牌啊，像最常会发生就是去可能去 Outlet 买东西，不是买完东西他不是叫你说哦寄售不退啊，其实很多店家都是这样。可是你要小心，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先把东西检查好，你不要想说哦，因为很信任某个人或很信任某个公司，你就不检查这个产品，或是检查合约的内容。好，因为你没有检查，所以很容易就是你东西带回家了，等你签了之后发现说啊，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可能你发现产品的瑕疵，或是你发现了这个合作合约内容当中有一点问题。好，这个就是后知后觉了，来不及了。好，因为你已经签了，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好，这是属猪的朋友最怕你就是好傻好天真，好，以为事情都是很顺，没有。好，还是要看清楚，好，睁大你的小眼睛，好不好？好，睁大你的小眼睛啊， OK。有人说听到我的声音就累了是什么意思？好，我的声音很催眠吗？好，也不错啊，如果我的声音很催眠呢，能够帮助你入眠齁，也是我的荣幸，好不好？现在很多人失眠了，还可以听到我的直播听到睡着，我也真的也是跟你阿弥陀佛。好，那属狗的朋友带红线可以吗？可以齁，带红线是没有问题的。属马的官司运好吗？齁，帮你看一下，属马的朋友，假设属马的朋友在这个月有打官司的话呢，还不错，好，可以，好，是算是中上了，好，运气还算是可以的。好，属猪的朋友，觉得准的朋友帮我留言，准准准。好，那属猪的朋友呢，很适合带什么呢？很适合带一个黑曜石，跟黑色、好蓝色的水晶有关的都可以佩戴。好，OK 哦。张香民宿说，我家就有一只猪，是不是？好，那请问你要烤乳猪呢，还是要开玩笑的哦？好 ，OK。好啦，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月的农历的生肖的二月份运势呢比较晚到一点点齁，但晚到总比不到好。好，那记得呢在这个礼拜六或礼拜天我再跟大家预告一下齁，阿汤哥呢会再带大家呢去琥珀的直播，因为呢很多的朋友又私讯我说，老师都过完年这么久了，你怎么还没有去帮我做琥珀跟金洞的直播呢？好，阿汤哥已经帮大家敲好档期了齁，这个礼拜应该是礼拜
六吧，我在跟大家预告，我有点年纪大了，没有事情太多了。反正六日呢，阿汤哥会带大家去做这个琥珀的直播。好，你喜欢的要赶快抢。然后下礼拜啦，下礼拜月底的时候会带大家去金洞，久违的金洞来了，所以喜欢这个直播的朋友呢，不要错过了，好吗？好，来，那这个呢是。就是血珀，真的很美。我个人真的很喜欢。好，OK，好，谢谢大家今天的直播。先到这边。那觉得刚刚分析的生肖运程呢，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也觉得很准确的，那你呢都可以帮老师分享，然后呢，并且呢留言准准准哦。好，那今天的直播先到这边。今天的直播比较早结束。好，快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乐。哎 等一下，有人说属猪的哈，还要什么姜蒜炒三杯是不是？OK，好吃吗？好，大家晚安喽，大家晚安，大家拜拜。